脑袋，是否都应该要带点爱？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，用它怎讲？只要与你持续热吻，要放冷枪，要炮管，我们就更爱，谁又不分？准备这节目，集结作战。B 点只有一对马，其他都在。备这行，集结作战。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，任他怎讲，只要与你持续热吻，要放冷枪，要炮轰，我们就更爱。谁又不分？而我间冰封，所以我对你才着紧。全员地震，但只只敢释放我这狂热内心。情愿与意识找到解答，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。集结作战，让我的爱也轻功分。这音乐宇宙停顿，冷火心中的体验。为迷糊，没有别人，自在逍遥。谈近爱，如你会出发，会被暂时掉。外间很多反对我，集结作战，全员地震。后面一堆票，准备进行。准备进行，集结作战。Deploy quickly, formation. 我破口进来一个七米五，那个墙上的墙上的破口来。进来了，不能那么一直飘啊！我们要打。红毛进来。
了。神强要帮忙。快点一点一点，我也叫水军来暗能取物，他们等一下，哪个东西啊？他们干的？那队友吗？对面又系睇时间过，你做乜？吹一下，吹一下，用典型，典型唔舍得，唔舍得架炮嗰阵。因为知啊，对面好多支架炮，唔舍得啊。佢唔系佢唔肯喺城墙上面架，架得唔靓呢啲。其实佢只要架炮咧，我扭去扭去我个桥喺嗰度咧，就避开晒。好低端啊！呢堆麻烦，呢堆好低端。睇佢打法字，攞城攞城墙又又架啲狠炮出嚟。所以平时都系嘅，如果系预咗架炮先攞城墙，如果唔系一攞完城墙即刻落翻嚟。一架啲康格里夫啊，架嗰啲直接轟落去嗰啲。琴晚差一號啦，12點之後揀曬靚炮啦，如果冇靚炮，我哋撲街。